大家好，今天迪迦特曼来到了面包超人的快餐店，他要来点什么快餐呢？迪迦特曼选择了第三个，是蛋包饭。看起来好像很美味的样子。迪迦特曼拿起了取餐器，这是个取餐器。那饭做好之后呢，它就会响起来。再把这个铃铛插到这里，我们的蛋包饭就从窗口递出来了。香喷喷的蛋包饭做好了，看起来好美味啊！面包超人的脸看起来好可爱呢。迪迦特曼还来到了旁边的果汁贩卖机，他把硬币投入到了贩卖机里，他来选择哪一个呢？迪迦特曼选择了第一个按钮，掉出来了一瓶饮料，这是米妮和米奇的橙汁饮料。原来迪迦特曼喜欢喝橙汁啊。旁边好像还有奇趣蛋扭蛋机，它会扭到什么好玩的奇趣蛋呢？是一个红色的奇趣蛋。迪迦特曼买到了好多好吃的呀，首先是香喷喷的蛋包饭，上面有番茄还有西兰花。迪迦特曼一口就把蛋包饭吃掉了，然后是美味的橙汁。喝完了橙汁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红色的奇趣蛋里面是什么惊喜玩具呢？是一个迷你的小人偶。这是哪一个奥特曼的人偶呢？让我们把他的脸装上。出现了，原来是迷你的小迪迦，看起来好可爱呀。他的手还可以往上摆动，看起来很酷的样子。让我们把它粘到大迪迦的手上，吃到了美味的快餐，还有好玩的奇趣蛋，下次还要再来哦。那今天我们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，喜欢可以给我们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